受不了父母重男轻女的对待，有些女孩借由结婚来逃离原生家庭，渴望做回真正的自己。图乌一文子与母亲生了五个小孩，老大是男孩，这让母亲吃了颗定心丸，但总觉得一个男生太少，于是又接连生了四个小孩，可惜天不从人愿，没有一个是带把的，全都是女孩，这让母亲泄气极了，更加把所有的爱和关心全都灌注在家中唯一的男孩大哥身上。从小母亲就让大哥过着予取予求的生活，即使家中经济再怎么难堪，他还是想方设法来满足哥哥的需求，说他是贫穷贵公子一点都不为过。在父母亲眼里，我们四个女孩子一直是可有可无的存在着，虽不至于让我们挨饿受冻，但给的爱着实也少得可怜。在家里，父亲跟大哥是不用做事的，甚至对我们四个女生可以指气使，不如他们的意，打骂是常有的事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住家阴历是第一，大雨一来必淹水，这种时候父亲跟大哥总是各据一方呼呼大睡，我们四个女生必须将双脚浸泡在臭水里，奋力地将一瓢一瓢一桶一桶的臭水往外送。而父亲对大哥的爱更甚于母亲，从小他就要我们四个女生当桌子的四只脚，把哥哥这个桌面撑起来，口口声声说哥哥只有一个，希望我们能成就哥哥美好的未来。也许从小在这样男尊女卑的情况下长大，我可以预期得到，若哥哥一事无成，而我们还未出嫁，理所当然就要担任哥哥提款机的角色，唯有出嫁了，父母才会觉得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，在金钱的索讨方面会稍微收敛。所以我结婚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要逃离原生家庭，做真正的自己。